好，兄弟们，我们继续来看这场抢钱赛啊，抢钱的慈善大赛，再一次开启抢钱模式。然后咱们看看小鸭能不能，目前啊能不能抢个700吧。在前面的话，这个哥弟俩啊，哥弟俩非常的凶残，吴志辉抢了1700啊，然后已经结束了。关键是叶枫抢了2000块，而且关键是还没有打完，他现在是下去休息了，等一下还要向再来抢钱啊，等一会儿吧。哎，晕了，好漂亮，打死他。真的搞笑，兄弟们，真的搞笑，你知道吗？应该直接让他打，累死他嘛！他打着还下去休息，什么鬼啊？我不太看好小鸭哈，能打很多个啊，不太看好他。哦，好危险，好危险。小鸭打完之后看秦红啊。小鸭是状态是真不行，我真不看好啊，兄弟们，你看我的这种预言是不是很准？小鸭什么状态啊？一上来就被干了一个，然后马上霸神又倒地了。
Round one, ready, go! 小鸭二连败了哈，形势不太好，七个币好像很难达到。哎，好招，直接一个 AB 驴打滚，这是猪打滚。嗯哼，那能 AB？ 逆风翻什么盘？兄弟们，攻擂者每个人只有五个币啊，现在已经输了两个币了，要翻多少个盘？好，小弟赚一波球。一直被高估，小鸭一线出，打了二十个币，他们要休息一下哈。叶枫现在二十个币，要去休息一下，他还有三个币。等一下小鸭打完之后，他可以再来打，或者后面再打，让其他人先抢一抢钱啊，把钱抢完之后再来。一开就涨。这波抓的还行，远了一点。哦呀，这不用加必杀吧？浪费气很诚实啊，对不对？这还加什么必杀？重拳犀利不利多。不容易，终于抢到两个币啊！哦呦，偷下盘！
耶耶耶！五连干他，五连干他，干他啊！不敢，不敢就不晕啊！想打一个无敌波啊，这个是有概率打无敌波的啊！好招，很意外啊，下一笔只好跑招。哦呀，这逆向。他往里面闪，那跑车太自然了，太丝滑了。无敌波中招，好，差一下打晕，哎呀，这打晕了。无敌波啊，黑光我就知道了，屌，都差一下打晕了，你还往前冲是干什么呀，级别？什么东西啊？差一下打晕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怎么冲过去啊？怎么说也得跪一下，就把人家抓也好啊，不能冲啊，还被导致被秀黑光了，哎呀！失误了啊！哎，肠子给勾出来，这个Round two, Lady Go。好，加一下必杀嘛。哇呀，帅气，还来。他这个百合折第二个百合折出快了哈，百合折出慢一点的话还能勾到，因为大猪已经出了战 A 了，知道吧？就百合折就是勾大猪的起身战 A 的啊。运气不错，锤到。耶、yeah ！这一把偷下盘还是没想到啊。KO。Round three, baby, go。bug 阵不敢捡。没了，气比好像只剩两个币了啊！再输两个币的话，就要换陈辉了啊！晕了。
哎呀呀呀呀呀！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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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凶残的很。闪身，哎呦！转球、不用挣扎了，死了。嗯，我想一下，没币了呀，他是。好像有啊，满币的是吧？哦，还有一个币啊，还有一个币。系别的十个币被打剩九个了，因为刚才叶枫打了四个啊。叶枫打了四个，没错啊。帅。哦，踩高了。好像很少看到大门哦，前面都是没大门的，兄弟们哈，前面的无智慧夜风都是没大门的，还行，剩两个币了哈，小鸭，小鸭打七个币还是有一点机会。好，动拳必杀哈，晕点已经没了，必须加必杀。
他是看这个千鹤没有气，想直接扑地过去啊，一招失误，满盘没了，感觉大门还得跪啊，有点太放松了。36、37被打掉了，漂亮啊！这个十条鞋判定太高了，拉开一下距离。这个时候都得比耐心了，要比耐心了，还是跑不起来，厉害！小亚只剩一个币了啊！啊，小亚真不行啊，兄弟们，我说了，打不了多少个币，七个币有可能是玩不成啊！稳住，稳住，稳住啊！小亚这状态也不太行啊，哎，抓的还行，贪心啦。远了，危险！掏一下，掏一下呀！这耍什么手法呢？真的是啊，掏一下跳膝再带一抓，有可能打中，然后肯定大作晕了呀，是吧？哎呀，小鸭真的是，想好看就不想赢了，这是。有些人他就是这种性格啊，想秀你，他绝对不会想赢你，他就是想秀你。好，优势还在。好，不震了哈，这一波看得很准，这个能量闪。用的相当给力，反抓反抓，漂亮！哦吼哦吼，
走走走，对，怕能量闪身，哎呀，厉害厉害，打拼了。